豹猫。豹猫是产于亚洲的猫科动物，豹猫的体型与家猫大致相仿，别称山狸、野猫、狸子、狸猫、麻狸、铜钱猫、石虎。豹猫是夜行动物，通常以啮齿类、鸟类、鱼类、爬行类及小型哺乳类动物为食。由于人类的猎杀失去栖息地，豹猫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成易危物种。形态特征：豹猫是体型较小的食肉类，略比家猫大，体长为36至90厘米，尾长15至37厘米，体重3至8千克，尾长超过体长的一半。头形圆，从头部至肩部有4条棕褐色条纹，两眼内缘向上各有1条白纹，耳背具有淡黄色斑，全身背面体毛为浅棕色，布满棕褐色至淡褐色斑点，胸腹部及四肢内侧白色，尾背有褐斑点或半环，尾端黑色或暗灰色。毛色特征：豹毛的皮毛也有很多种颜色，南方的豹毛为黄色，北方的则为银灰色，胸部及腹部是白色，豹猫的斑点一般为黑色。北方豹猫皮的毛长绒厚，御寒性强，苏州地区和南方各省的豹猫皮毛鲜亮，以美观著称。性格特征：是一个性格直爽的和平主义者，不会主动对其他动物做出攻击的行为。它可以跟其他宠物相处愉快，可爱机敏的外表也让许多人倾心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